没关系，我回家叫我妈带我去吃龙虾。我其实比起龙虾，我更想吃螃蟹啦。往事不要再提了，确实不要再提了，真的不要再提了。谢谢你，哦，突然觉得没有吃到龙虾也挺开心的。太快了，怎么我太快了？好开心哦，没有吃到龙虾其实也挺好的，回家自己吃。呀，学回来喽，谢谢老师，开心哦。哎，今天其实都蛮开心的，我觉得今天哦，我昨天超早，不是超，对，超早就睡了，对，超早睡觉，然后今天早上8点多就起来，哇，然后吃完东西肉。